们不是为了这个结果而努力，而是为了这个过程而坚持。大家都非常努力，非常用心地去做每一件事情。我觉得这条路真的很辛苦，想坚持下去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每一个光彩的艺人背后真的都很不容易，然后很辛苦。在这几个月的这个学习里面，真的收获的很多。参加这次比赛，就是要展现出一个另外的一个自己，所以呢，我会努力争取拿到冠军，体验不一样的人生。因为你只有不断地去尝试不同的事情，不断地去体会，你才有不同的感受，然后也才懂得自己在哪里可以进步，哪里可以做得更好。